Hello， 欢迎大家又翻到嚟合子城932创正商嘅每周精选生意推介啦。今集咧就会同大家介绍翻一个位于大围嘅租肉店啊。咁而呢个大围嘅租肉店咧有啲咩好嘅地方啊，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，咁样都会同大家分享到噶啦。咁喺开始之前咧，记得帮我揿翻个订阅 ，keep 埋个小闹钟，有啲咩最新嘅生意资讯咧，第一时间同大家分享啊嘛。OK， 咁喺开始讲呢个租肉店嗰阵时咧，咁我哋首先又要讲下啦。在大圍這個地方有非常多的學生在住，亦都有非常多的家長，接下來就會有名城二期又或者其他的新的私人樓起好，對於那個市區的發展都有一定程度的幫助的。如果你說在區外上班的人回到家的時候，他們都會想想有個按摩足浴的地方，找一個安心合適的地方去享受他們的按摩，就真的顯得非常重要。咁而呢一個按摩店大圍按摩租屋店咧，咁佢最主要咧已經喺大圍區嗰度營業咗九年㗎啦。咁一個長歷史嘅租屋店咧，有一個非常好嘅好處啊，就係已經解開咗兩邊人啦。大家都知道做足浴啊、按摩啊，好容易會涉及到一些叫色情的行業啦。咁佢自己咧，老闆娘啦，佢就喺出面貼住咗噶啦。咁啊，色情免問咁樣。咁大家可以放心啦。基本上咧，貼咗呢個貼紙喺出面門口出面啦。咁大部分唔啱嘅客户咧，就會自己離開咯。呢度咧就係、是、正宗嘅足浴按摩店啦。OK， 咁今日要介紹嘅呢個盤啦，個參考編號就係 SY1101。咁佢就叫做大圍足浴店轉讓噶，咁佢自己咧本身已經長住咗喺大圍區啦，喺九年咁喺一個村入邊啦，有非常穩定嘅客底噶啦。咁佢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模式嘅套票呢啲咧，成日都會出現噶啦。但係咧啲套票唔係揸喺自己個櫃入邊噶，係好似一張特印仔嗰啲卡仔咁樣咧，咁啊有十個印仔嘅，咁啊啲客買完之後咧就要自己袋銀包噶，如果唔見咗咧，咁就冇得追究啦。每一次你上到嚟嗰陣時收張卡仔，咁我簽翻個日期，咁就冇問題噶啦。OK， 咁佢而家咧最主要做嘅客户都係附近嘅居民啦，又或者 by appointment 咁樣去做嗰啲預約嘅客户啊，咁。經營場地咧係樓上鋪嚟嘅，咁就有700平方尺啦。而佢需要嘅人手咧，一般就3至4位技師啦。咁如果做腳嘅咧，咁就每個拆100蚊。咁如果做新嘅，咁就50/50對拆啦。OK， 咁佢營業時間咧就朝頭早11點至到夜晚11:30啦。咁啊，多數咧東主都會喺鋪頭嗰度，最主要就招呼客人啦、管理啊，又或者安排人手咁樣嘅啫。咁當然啦，佢自己都係一個技師，佢自己都會做客。但通常就俾曬啲技師做曬先，跟住如果仲有客嗰陣時就自己做咯。OK， 咁講到有技師啦，咁究竟有幾多間房幾多張凳咧？咁佢就有3間房嘅，2間就雙人房啦，1間就單人房啦，一共有5張床啦。咁另外就有3張按摩椅，咁入邊咧仲會有廚房啦、廁所啦、沖涼嘅位置啦。咁另外就有3部 CCTV 睇住嘅。東主其實都好好啊，因為佢知道自己即將要放手咧，喺近呢2-3個月啦。都唔再收套票噶啦，咁啊叫啲客户都係逐次咁俾啦。咁而呢個鋪頭咧，剩翻嘅套票咧，大概都會係喺10,000蚊以下嘅啫，都係一個非常低嘅價錢。咁啊，盡量減少呢個新東主對於呢個足浴按摩買咗之後要承擔嘅風險啊，又或者套票要兑換翻嘅支出咁樣啦。咁佢個套票優惠係點嘅咧？買10就送1。買20送3，買30就送5咁樣嘅一個情況去買嘅，咁接咗之後咧就大約啦，按腳就148蚊45分鐘啦，跟住按身就200蚊45分鐘嘅，咁如果正價咧就220蚊咯，咁基本上咧我哋就會計個營業額同埋支出啦，咁呢一點都有齊個資料噶啦。OK， 咁而家嗰個每個月嘅平均營業額咧，咁點樣用呢條數計出嚟嘅咧？就係2022年嘅4月至到2022年嘅9月份嘅總營業額除以6啦，咁呢個就係而家寫上去嘅平均每個月嘅營業額就係65,000蚊
嘅。咁佢個租金咧就18,000元啦，每個月嘅人工就大約除翻出嚟嘅平均數就係33,000元啦。OK， 咁如果你話有興趣了解又或者睇下想睇下片嘅，記得打翻呢個電話啦，92932932啦。咁932嗰邊嘅同事就會約咗你上去佢哋 office 嗰度做個一對一嘅諮詢咁樣嘅。咁跟住之後簽完個保密協議，你就可以睇到啲圖啊、相啊同埋數據咁樣噶啦。OK， 咁今集嘅時間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有啲咩關於生意上高嘅查詢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啦。咁好啦，就去到呢度同大家講聲拜拜啦，拜拜！記得撳埋 like 同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知道。好，拜拜。